开经本，科会第二十八面第一行，可判观法常集啊！看这一段，这一段呢也只有八个字。 观法如画，三昧常集前面的两句，这个二力行的第一段，庄严重行，规范具足。 这是从四上讲的，四是形象非常重要。如果只有四而没有礼。这两句所修的是三界有漏的。 福报，如果要大理啊，与理相应呢，这个世间福德了，就变成除世间的功德了，那个果报就不可思议了。理就是今天。 我们念的这两句啊，“观法如画，三昧常记。接着下面这第三段经文啊，“善护口业，不讥他过；善护身业，不涉女仪；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。” 在这一科里面，可以说，世尊将他四十九年夜代时教的总纲领，在这个地方呢，给我们宣布出来了。所以，这个十句经文呢，非常重要。 一定要记得很熟，时时刻刻遇到境界都能够提得起来。这前面两句就是我们现在讲经用的。 总题目啊，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规范就是模范呐、啊。对于现代的社会，比什么都重要。 世出世间，大圣大贤，没有不注重啊机会教育的啊！机会教育，时时处处，永无间断，显示出。 菩萨利益众生的心，利益众生的愿望，确确实实如《普贤行愿品》里面所说的：“无有疲厌，规范。” 就是平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的法则。这个法则不能更改，不能欠缺，所以叫具足啊！啊，这个法则。 是超越时间、超越空间的。如果违背了这个法则，灾难就先前了。啊，中国古人懂得，现代人疏忽了啊。 我们细细的反省、观察，古圣先贤的教诲，汉武帝把它定做教育的规范。 两千多年来，啊，一直到清朝，这当中改朝换代多少次啊？典章文物制度也都有改革。 蒙古人入主中国，满清入主中国，制度上改变比较大，但是古圣先贤教育的规范始终没有改变。 我们想想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啊，为什么汉武帝制定的教育政策可以绵延两千多年？每一个朝代都遵循，都不敢改动。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。 很值得我们反省的啊！到民国年间，才完全把它丢掉了啊！认为中国这一套东西太老了，啊，太陈旧了，腐化。 啊，是专制时候帝王统治啊人民的工具，现在时代改变了，啊，帝制被推翻了，专制推翻了，现在是民族自由、开放，啊，全盘西化，了，西洋人都是好的。 中国老祖宗留下来没有一样是好东西，啊，所以打倒孔家店，啊，把中国古文化都当做垃圾把它丢掉了，啊，民国到现在也有八九十年了。 这八九十年，我们中国人过的是什么生活？啊，如果把古时候这个典籍仔细地去翻阅。 我们今天过的生活，不如古代呀！啊，古代伦理、道德的教育，规范人的思想行为。 这到底是善是不善的很值得我们现代人重新思考。啊，如果我们大家都认为古时候人错了，啊，想错了，说错了，也做错了，啊，可是。 在三，在这个七十年代，啊，一九七零年的时代，我们中国人羡慕外国人了。现在外国人讲话了，啊，英国汤恩比波斯说话了，他说要解决二十一世纪世界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。 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啊，我们中国都不要了。现在英国人捡起来当宝贝呀！啊，三年前，英国的大学、中学、小学啊，都以孔孟学说、大乘佛法列入学校。 教科书里，啊，他们认真学习了，啊，着澳洲跟进，啊，澳洲在两年前，学校里面教科书也采用佛经。 我们自己现在还没有觉悟啊！啊，也有少数人啊，在中国大陆、台湾、马来西亚，我都看到提倡儿童读经。啊，这个少数啊是觉悟了的人啊。 知道啊，要不再把古圣先贤的规范找回来，要求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、人民幸福，那就非常困难了。啊，安定、和平、幸福的基础啊，确实。 还是古人的规范，我们想想对不对？啊，现在人对于别人的东西啊，总是不服啊。 总是要反抗啊！我们为什么要跟孔老夫子学？啊，这一般人不叫孔老夫子，叫孔老二啊，为什么跟孔老二学？为什么跟释迦牟尼学？这意思是是为什么不跟我学？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。啊，孔老夫子所说的没有一句是他自己的；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也不是他自己的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夫子所说的，他老人家讲的很明白。 他一生教学是述而不作，啊，也就是说他所讲的都是古圣前贤的教诲，自己没有加一点意见在里头。那我们要反对孔夫子，没有地方反对他。 东西不是他的，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四十九年，也不是他自己的。我们在清凉大师苏超里面看到，啊，清凉告诉我们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，都是古佛所说的，不是他自己。 他跟孔老夫子一样，也是述而不作，真正了不起啊！啊，古圣先贤教导我们，自己没有创作，都是祖述古人的。那古人东西从哪里来的呢？也不是从自己来的。 绝不是从自己的思想、自己的分别，不是从这来的。啊，这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很清楚。凡是是自己的思想里面的东西，啊，分别里面的东西，都是错误的，都是有问题。 诸佛菩萨东西不是从思想里面来的，是从心性里面来的啊！思想每个人不一样啊，你有你的思想，我有我的思想，他有他的思想，不一样啊。从心性就完全相同啦，没有两样啦。 啊，这正如夫子所说：“啊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”啊，啊，佛在经上讲的更好，性大家一样的，不但一样，是共同啊一个性。 佛门里面，对这个有情众生称为佛性，啊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呐，啊，我们今天讲动物啊，蚊虫蚂蚁都一样啊，众生的跟佛佛性，跟如来的佛性是一个心，绝对不是两个心。 由此可知，古圣先贤的教诲，无论是世间圣人、处世间圣人，他们的教诲呀，全是自信里面的信德，不是哪个人的思想，不是哪个人以为要怎么做法。 因为它是信德，信德永恒不变。你要是变，你要是改掉了，灾难就来了。学佛的同学们，对于经藏。 要有相当程度的涉猎，这个话你懂啊？你能够体会呀？啊，你能够明了啊？啊，由此可知，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这个这个。这个 在中国，是出世间圣人教我们原理原则完全相同，没有两样。就如《关经三福》第一条所说的：“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” 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你们想想看，孔老夫子是不是教这个东西？啊，孟夫子是不是教这个东西？啊，诸佛菩萨是不是教这个东西？现在我们这个讲堂，每一个星期天，新加坡九个宗教都在这里讲道。 你们听听他们所讲的，是不是也是教的这的这些？没有例外的呀。孝亲尊师，慈心不杀，十善业道是信的，不是哪个人的思想。 不是哪个人的主意啊！自信本来具足，自信呢本来如是所以在佛法里面讲，成佛了，成佛成的什么？恢复性德而已啊！所以《楞严经》上这在说圆满菩提。 归无所得，你以为成佛真有所得？一无所得，啊，不过是把现得圆满的恢复而已。绝对没有一法是从外面心得来的，没有啊。我们要是明白这个道理。 对于佛法的修学，这才肯真干。为什么呢？确实是向自信内求，不是向心外求法。啊，所以佛法称为内学，道理就在此地。 那么这两句话的总结，就是在一切时、一切处，我们要像诸佛如来一样，为一切众生做好榜样啊！啊，心动念是众生的好榜样，言语造作也是一切众生的好榜样。 如果只是在形式上做了很好的榜样了，心不入理，刚才说了，都是属于世间的福报啊。佛经里面讲的那个名词说三界有漏的福报、啊，由此可知，入理其如。 性理，这是提升了一级啊！这就是接着这两句话，观法如画啊，观是智慧的作用。 用真智慧呀，观察事出世间一切法啊，我们通常把它归纳为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无、一切现象。 不能用妄想啊！用妄想错了啊！凡夫讲用心呢，那是妄想心呐，那个是生灭心呐。啊，什么叫生灭心呢？念头前念灭，后念又生。啊，这个心叫生灭心，生灭心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 啊，生灭心里面没有智慧，啊，有什么呢？有的是虚情假意，啊，所以他想什么，意思什么，全是假的，可别当真，啊，当真你就吃亏，就上当了，啊，他说他很喜欢你，你天天点点头，假的不是真的。 过一会他心就变了，啊、哎！你也听说，他说他讨厌你，恨你，你也别生气，卡着。那过一会他就好了，啊！变幻无常啊，这个心靠不住啊，这个心里面想的主意，这怎么行呢？ 信德是永恒不变的，这才靠得住啊！啊，佛菩萨是正德信德的人呐、啊，他们的言语、他们的造作，不是从我们思想里面显现出来的，啊，是信德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。 啊，永恒不变的，这才能称得上是规范。啊，我们细细观察，啊，一切人事物这些现象，是不是真的呢？都不是真的。 经文上用一个字，用一个法，啊，我们把它说成四桩事情，啊，诸位好懂一点，啊，话是幻化了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梦幻泡影，啊，它不是真的。 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好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那么什么叫有为法？天亲菩萨《百法名门》里面，把世出世间一切法。 归纳为一百法，称为百法了。啊，这一百法里面又分成五大类。啊，第一类心法，这是六道凡夫的心法。讲了八个，我们佛法里面讲八十。 八识心王，啊，先说了八个，然后接着啊，说心所法，心所法有五十一个，五十一类啊，心所是什么呢？是心的作用，啊，就是八识起作用，它有哪些作用？ 心心所，还有一个不相应心法，啊，这个也是属于心理。我们现在人讲呢，抽象概念，哈、啊，这个不相应心法，抽象概念，啊，它不是心法，它也不是心所法，它也不是色法，但是。 它是从心心所色法里头变现出来的，啊，它不属于这三种，啊，但是跟这三种离不开关系，啊，叫不相应心法，啊，第四一类色法，色法今天我们讲的物质。 前面这个三种讲的是精神，这讲的物质。这个四类呀，总共九十四法，都叫做有为法。有为就是有生有灭，是属于生灭法了。 生灭法就不是真的，啊！诸位要晓得，真的是不生不灭啊！生灭法呢，叫有为法；不生不灭叫无为法。啊，所以后面六条呢是无为法。 前面有违法的四这四大类合起来是五类，这是把事出世间法通通包括在其中了。啊，我们要想一想，佛说的话有道理啊，有生有灭是假的，不生不灭是真的。 在我们这个人身上，我们这个身上哪一部分是有违法，哪一部分是无违法，自己要清楚啊！啊，有生有灭的有违法是属于梦幻泡影，还有不生不灭的无为法了。 那是常住真心呐、啊，那是自信啊。《楞严经》很多同学都晓得啊，这是佛门开智慧的一部大经啊。古人常讲嘛、啊，成佛的法华，开智慧的楞严。 师尊在楞严会上说明这些事实真相，有不少人听懂了，明白了。佛告诉我们，什么是我们的真心，什么是我们的妄心。 如果修行连这个都不能够辨别，你就难了啊！我们凡夫用什么心？用的是心意识，心是阿赖耶。 一是莫那，十是第六意识，啊，凡夫都用的这个心，这个心就叫做生灭心。第六意识分别，第七识莫那执着，第八识。 妄想，我们用的是妄想分别执着，麻烦在此地。所以，怎么样的修都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。什么原因呢？六道轮回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。 你还用这个心，你怎么出得了六道轮回呢？佛教菩萨了，你要想超越六道轮回呀，你要用真心，你不能用妄心啊！啊，真心是无为法，没有生灭。啊，真心在哪里呢？ 佛在楞严经上告诉我们：真心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呐，在眼叫见性，在耳叫闻性啊，在鼻叫嗅性，在舌叫尝性啊，六根的根性。 这是常住真心。只要你会用真心了，啊，我不用眼识见，我用见性见，见性就见色性。宗门里面讲明心见性，原来就是这么回事情。 啊，大彻大悟的人，他睁开眼睛呢，他用见性见色性，跟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一样的境界，用闻性闻声性，啊，观世音菩萨修行的方法。 梵文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啊！他懂得、啊、只有性是真的呀，相是假的啊。八十、五十一心所。 二十四个不相应，都是相分变现出来的。啊，所以佛在此地教给我们观法如花。啊，你仔细观察这些东西是梦幻泡影。 绝对不是事实。这些现象从哪里来的呢？佛给我们讲：从心想生。啊，心想就是实啊！啊，心想里面。 有属于我们个人的，经商所讲的别业见忘啊，见就是你的见解，你的思想，你的见解，望是虚妄，啊，从你思想见解里头变现出虚妄的境界。 个别的，除个别之外呀，还有一个同分健妄，啊，是我们大家共同的，啊，也就是说，我有这种妄想分别执着，你也有妄想分别执着，啊，我们两个人妄想分别执着啊相同。 所以就看到同样的境界啊！如果我们这个妄想分别之中不同，我见到你见不到啊！你一见到的时候，他见不到，别业见妄啊！昨天我们在那答复问题。 <coughs> 有些同学问到，他在念佛堂念佛，感到好像有人拿着树枝啊，在他身身上摇摆，而且还听到声音，啊，这是他的别业见妄。说别人看不到吗？只有只有他感觉到，别人看感觉不到。 啊、嗯，那么也有人打坐，啊、嗯，在入定的时候，过去我在台北金凤文具是学禅，打坐的时候，就看到十殿阎王，啊，看到阎王，看到小鬼，啊，看得非常清楚。 他说：“他们个子都不高，大概只有两三尺。啊，清清楚楚，他旁边的人都看不到啊，别业健忘啊，大家同时都看到的同分健忘，全是虚妄，不是真实啊。” 所以，佛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你要了解事实真相，真相明了之后啊，你不再在这个妄象上起分别执着，那就对了。 这就跟诸佛菩萨一样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，我们眼前的境界绝对不是真有，啊，这个有叫假有啊，佛法里头名词叫妙有，叫幻有，啊，妙有就不是真有，啊，你不能说它没有。 你也不能说他有，啊，你说他没有吧，他有相；你说他有吧，这个相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啊，必须认识清楚啊，然后你才肯万缘放下。啊，这个话不能听错了。 听错的人呢？有啊，不是没有啊。啊，把万元放下这一句话听错了，好了，他工作也不做了，生活什么也不要了，那问题出来了。啊，中国大陆有个人写封信给我，说法师，我听你的话，我什么都放下了，工作不做了，现在我没有钱，生活成问题，怎么办？ 啊，万缘放下，意思是对于世间一切人事物的现象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放下了。生活还照样生活，工作还照样工作，啊，应酬照样应酬啊。不是叫你这些放下了，事没有障碍呀、啊。《华严经》上讲的。 离思无碍，四死思无碍，啊，可就这个没有妨碍嘛？你要把妨碍的障碍放下了，障碍是什么呢？是你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个东西有障碍啊。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无事。这都是祖师大德教给我们，对不对呢？对，教我们在生活当中随缘而不攀缘。攀缘是多事啊，多事就烦恼啊。 啊，随缘就清净的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无论你做什么事情，只要你能够保持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就完全正确了。这是菩萨道。 这是菩萨心。如果在生活、工作、应酬里面，啊，没有真诚，不得清净，不得平等，啊，迷惑颠倒，自私自利，错了。啊，这是什么心呢？这不是菩萨心，轮回心。 轮回心造轮回业，啊，你的生活是轮回业，你的工作是轮回业，啊，你处世待人接物全是轮回业。啊，轮回业本来没有，你把它当真，以为它有，造轮回业，于是。 轮回的现象就现前，啊，这就六道啊，怎么也出不了六道。这个问题要不是遇到佛菩萨，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明了，永远也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。 总算我们很幸运的，能遇到佛法，遇到大乘佛法。啊，遇到之后，第一个条件要信，啊，要对他有信心。啊，第二个条件要理解，佛在经上常常教我们。 深解意趣啊，你解得越深越好啊，解得透彻，你的生活行为就得大自在了啊，行福所行呢，他怎么不自在呢？ 日常生活当中做种种事情目的都是度化众生呐，教导众生，暗示众生，让他能够领会。 让他能够觉悟，让他能够回头啊！从轮回心回头，发菩提心的。从六道回头，行菩萨道，这就正确了。 观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宇宙观、人生观，啊，也就是说，你对一切人事物、对宇宙的想法、看法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佛菩萨的看法正确的，我们的看法错误的。 《金刚经》非常好，文字不多，说得很透彻。啊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：，三心不可得。啊，过去心不可得，已经过去了；，现在心不可得。 设现在，现在就过去了。未来心不可得，这是讲能得，能得不可得。你所得的是外面无欲六尘境界。 五欲六尘境界，包括我们自己身体，这个东西能得吗？半夜睡着了，人家把你抬跑了，你都不知道，你还能得？是你呀、啊！何况这个色身。 现代人都有这个知识啊！我们身体是细胞组织的，这个细胞啊，分分秒秒啊，都在那里生灭，生是无常的呀，啊，刹那生灭，所以，诸位从家里到这来听经，啊。 来了这两个终点了、啊，现在的你，你这个身体绝对不是两个终点以前的身体啊！为什么呢？老的细胞啊，消失了很多了；新的细胞啊，又起来多少了？新陈代谢啊！大家要记住啊，人你们都知道啊，会老。 老不是十年十年老啊，不是一年一年老啊，是刹那刹那在老化了。啊、哎，我们现在说你好懂一点，每一秒钟，一秒一秒比一比比一秒老，那你才能知道这个身是无常的。 这个生是生灭的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佛法里面讲真假，真的定义永恒不变，是真的。只要它产生变化，就是假的，就不是真的。生有生老病死的变化，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那我们这个佛在经上给我们讲，我们的见性。 永恒不变的，文性永恒不变的，六根根性不变，不变是真。饮食刹那生灭，刹那变。啊，耳识也是刹那变，时是刹那生灭，性不生不灭啊。 所以，明朝教光大师注解《楞严经》啊，他的注解叫正脉啊，《楞严正脉》啊，他提出一个新的主张啊：，学识用根啊，这个主张决定正确，完全符合释迦牟尼佛。 在楞严会上的教导是没错，可是没有人能做到。教光大师以前的注解。大概呀都是顺从天台的直观。 啊，这里面也有个原因。智者大师是隋末唐初的人，啊，那个时候，西域就是印度有高僧到中国来，啊，来访问。 智者大师看到智者大师跟学生讲解修行的原理原则，天台家的三职三观，这印度法师听了之后，他说非常赞叹，你这个方法跟楞严经上讲的一模一样。那个时候，楞严经没传到中国来。 所以中国人就知道佛经里头有一部《楞严经》。古代中国跟印度距离遥远呐，啊，要想得到这部经，谈何容易啊！啊，所以大师在天台上筑了一个拜经台。 诸位，现在到天台去观光旅游，也许还能看到这个古籍啊，他住了这个台呀，每一天向西方拜呀，希望这部经能传到中国来。他拜了十八年，到他原籍，这个经也没来。啊，天台大师没有见到，啊，只听说没有见到。 以后经传来之后，啊，由于这么一个因缘，啊，所以最早做注解，长水，就是依据天台大师的直观来解释人严。啊，实在讲呢，有好处，天台直观的，它不是用的真心的，我们可以学。 用真心，我们就学不来了，啊！所以教光讲的是不错，太难了，啊！教光所说的那是化身菩萨的境界，决定不是凡夫境界，啊！凡夫如果懂得舍识用根，他就是化身菩萨，他就不是凡夫。 这个用跟信用跟识差别到底在哪里呢？我们也应当啊，知道一些。用根信呢，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。 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啊，是用实。啊，里头没有妄想之处。啊。所以，如果用见性见外面的色相，决定是平等的啊。如果看到这个美、那个丑，不是见性见，是见眼识见，眼识有分别、有执着。 见性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；见性见色性呢，完全是平等的啊！所以你要晓得，佛与化身菩萨，他们用六根根性，他们没有心意识啊。为师学家所讲的，转世成智啊。 唯识学家讲，他们起作用是四智菩提，凡夫起作用是八十五十一心所，差别在此地。啊，所以用见性见色性呢，没有分别，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妄想，法法平等啊，所以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就这么个道理。 啊！发生大事，看一切众生，全是发生大事。啊，因为他力妄想分别之主。啊，这是用六根根性的，这是诸佛菩萨的境界。 会用六根根性，其如法身菩萨境界啊，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啊，正得一真法界啊，他不在十法界里面啊，他正得一真法界，他是法身菩萨了，所以观法如花，三昧常寂。 发身菩萨境界啊，这叫入理呀。三昧是梵语啊，古印度话，翻成中国意思叫正受。 这都是佛学名词。什么叫正受呢？就是正常的享受。鉴别我们凡夫的享受不正常啊！啊，佛菩萨的享受才正常。啊，我们的享受何以不正常呢？ 佛把我们的享受，啊，六道凡夫的享受啊，归纳成五大类，啊，佛经里面讲五种受，啊，六道凡夫有的，啊，圣人没有，啊，这五种呢，从身讲，这个物质的身讲，有苦乐。 两类的受，啊，这个两大类，从情绪上、心理上讲呢，有忧喜两大类，啊，从生跟心呢，给你分成四大类呀、啊，啊，还有啊一类呀，你生现在也没有。 苦也没有乐，心里头现在呀也没有忧，也没有喜，这叫舍受，啊，就是暂时生呢，把苦乐舍掉了，先把忧喜舍掉了，舍受，啊，血受很好啊，但是它不长久，啊。 遇到外援刺激啊，苦乐又喜马上就来了，啊，不能永远保持。如果永远保持着血受啊，那就叫三昧。六道凡夫没有三昧，啊，我们讲到最高级的凡夫。 无色界天，啊，到天顶飞翔，飞飞向天，啊，他那个定功很深呐，他是属于神兽，不能算三类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他的定功啊，可以维持八万大劫，八万大劫到了之后啊，他的烦恼会起现行，也就是。 苦乐又喜又来了，啊，它不能永远保持，永远保持才叫做三昧，所以这个三昧有前身次第差别不同，最低的层次是阿罗汉，啊，阿罗汉。 世尊在楞严会上告诉我们，他的定功是第九定啊。世间禅定八种啊，四禅八定，这在六道轮回里面，再提升一层到第九定呢，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。所以，阿罗汉。呢。 才能称得上是三昧啊！三昧还不到长吉。啊！长常这个生灭的相啊，完全断掉了，所以。 阿罗汉有三昧，这个三昧没有到长吉，长吉是很深的三昧。为什么？我们知道阿罗汉只断见思烦恼，尘沙烦恼未断，无明烦恼未断，所以他没有到长吉。 那么看三昧常吉，这是什么境界呢？还是化身菩萨，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烦恼断了，无名至少破一品，啊，他那个三昧呀、啊，就可以加上长吉了。 永远立生灭相啊，永远立烦恼相啊，立生灭叫常，立烦恼叫急啊，啊，也就是佛家常讲的不生不灭啊，这叫长期。这是。 从“长吉”两个字看到，它是甚深的禅定。甚深,深大定，诸位不能够误会。啊，不要认为一讲到禅定，你就会想到盘腿面壁了。 盘腿面壁的定有什么用处啊？这样学佛学到最后，不就学成木头人了、石头人了啊？盘腿在这不动吗？那有什么意思呢？人是活人呐、啊。 那种修行法的说，就是那就变成死人了。所以要晓得，真正的禅定不是盘腿面皮。真正禅定是活活泼泼的生活，六根戒出外面六尘境界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 不起心不动念呢，这叫禅定。啊，我们在《华严经》上看到这些这些呃专门修禅定的人，他在哪里修啊？啊，经文上说他在市场。啊，什么叫市场？就是现在讲的商场。啊。 像大家讲的购物中心，最热闹的地方，人最多的地方，他天天到那里去逛，哎，去看去玩，那叫修禅定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普通人就看到他起心动念了，哎，看到这个东西不错，那个也想要，啊，他的心都在动。 他在那里穿来穿去的时候，他心如如不动，这是大定。看得清清楚楚是智慧，他是定慧等运。华严经里面修禅定是这个修法，啊，不是盘腿面壁。啊，所以要晓得盘腿面壁那是幼稚园的课程。 哎，你学成之后啊，你要应用在你生活上，啊、哎，你要把这个定会应用在生活上，这个就活了，才有意义。啊。所以，戒定慧三学在哪里修呢？在齐心动念处修，在言语造作的时候修。 在六根戒除，外面六尘境界当中修，这是菩萨啊，真管用啊！能够这样用心，那你就会跟慧能大师一样啊！你看，能大师见无足的时候啊。 你看他讲的，弟子心中长生智慧呀、啊？为什么长生智慧？因为他观法如花，三类长寂。啊？怎么知道他观法如花呢？你看他在《坛经》上说的：“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” 观法如画了啊！长生智慧三昧长寂啊！甚深禅定起作用就是智慧啊！那我们跟他对比一下，我们心中长生烦恼啊！ 不生智慧呀！啊，为什么长生烦恼呢？一点定功都没有。啊，你要不相信，试试看，啊，骂你几句，马上就生气了，这定功完全没有嘛。<laughs> 小的定功啊，那小定的、啊、出不了三界的,最前最前的啊，最浅最浅的定功啊，这个定功加上十善业道，能帮助你生。夜摩天啊，比桃利天高一点点啊，要怎样呢？ 佛经里面常讲“大风吹不动”，这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啊，所以“八风吹不动”啊，赞叹你不生欢喜，回报你没有怨恨，啊，顺利境界里面呢，都很淡然。 保持你心底的清净平等，不会受外面境界动摇，这是最起码的小定。如果连这一点功夫都没有，啊，尤其是看别人有好的处，自己起嫉妒心。 自己有一点点比别人好一高一点的，就起傲慢心，这一点点都没有啊！啊，我们自己常常检点自己这个定功到底有多少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之初，常常反省检点自己。 定功有进步，就是我是道行有进步。如果毫无定功啊，永远在原地踏步啊，一步都没有跨出去，你修的是什么道理你会有什么成就呢？ 如果自己不常常检点自己，啊，常常检点，发现自己的故事啊，这个我讲经也常讲啊，那就叫开悟，啊，我觉悟了，把自己故事改过来叫修行，啊，说老实话。 诸佛菩萨教人，道道地地，确确实实，重实质不重形式。啊，你们如果在经典里面仔细去观察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什么仪规都没有。啊，我们今天学佛还要做早晚两堂功课。 释迦牟尼佛在世，没听说做教完两堂功课的。啊，佛只是为大家上课，啊，解答大家的疑问，修仙在个人。啊，怎么修法呢？不外乎。啊。 一个是检点自己的过失，改正自己的过失，就这两个原则啊。知道自己过失，这个人觉悟；不知道自己的过失，迷惑。啊。 修行是修正错误的思想行为，你对于自己错误的思想行为完全不知道，你从哪里修正？你永远不可能修行嘛！啊，所以千万不要误会，每一天我念几卷经叫修行。 我念几声佛号叫修行，啊，打坐参禅叫修行，全属于形式，没有至啊这个道理要懂啊。 这些形式，当初祖师大德想出这些方法，那个时候有效啊。祖师看到学佛的四种同修啊，只在经典上去研究。 没有认真去做，所以才制定许多仪规，提倡共修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没有共修的，个人修个人。啊，只有在一起听经，啊，在一起研究讨论，修行确实个人干个人 啊，时间久了，光流于经教的学习了，不肯修行了，懈怠懒散，祖师才想出这个方法，啊，想说是大家在一起共修，所以叫一众靠众，啊，看到别人精进，自己就不敢懈怠，可是这又传了一千多年呢，这个法又不灵了。 哎，就在你面前，我懈怠我的，你们精进我懈怠，<laughs> 所以说越来越麻木了，这这个办法不行，行不通了，现在就太难太难了，啊，现在你怎么给他讲，怎么劝他，啊，甚至理都不理你。 这在佛经里面呢，禅体也更新的啊，现在这种情形多，到处我们都看到了啊，看到之后怎么办呢？千万不要生气。 啊！一生气呢，自己吃亏了，自己又落到心意识里去了。他马上就退转了，就堕落了，见如不见，不放在心上。啊，学诸佛菩萨，只见众生的信德，不要见众生的造作。 这样，你的永远保持自己真诚、清净、平等觉啊！所以，我们一定要晓得，度不了别人呢，一定要度自己。度自己跟度别人是同时的啊！这是大臣。啊，不是小成。小成是先度自己，再帮助别人。 大乘是法师自他同时，同时度不了别人度自己。啊，度别人是自己做别人的榜样。啊，把宇宙人生的真相讲清楚讲明白，他听懂了肯做个人得度了。他听不懂不能做，没有关系。 听懂了，不肯做也没有关系。一而二你永未到终。啊，我们的心尽到了，圆圆满满的尽到了。啊，一丝毫的烦恼都不生呐、啊！不要看到，哎呦，这个人精进，好欢喜；那个人不精进啊，哎呀，好悲哀。你是凡夫一个。 你还是心被境转呢、啊，错在自己。外面境界没有错啊，啊，要懂这个道理，啊，所以外面境界要清楚，要明了。如果不清楚、不明了，我们是躲在无明里面啊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 如果其分别、其执着，那我们都在烦恼里面，都错了。啊，要清楚、要明了，又不分别、又不执着，这才如法。啊，像前两天，我也给一个同学谈到做善事。 修福啊，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的啊！没有见性，没有证得化身菩萨的果位，我们信德里面本具的智慧德相。 不能现钱，这有障碍，不能现钱。不能现钱，我们的福报就不是自信是要靠修的,的。啊，我们今天大家在这个世间面貌不相同，面貌是修的的。 啊，这是福报向好啊，修得的啊！身体健康状况不相同，也是修得的啊！生活富贵贫贱不相同，还是修得的呀。啊，要好一定要修善，要造作不善，想好是不可能的啊！因此。 修善因呢，就非常重要。啊，佛教导我们，我们人都想财富，都想发财，啊，发财是果报，啊，因是什么呢？因是财布施。啊，你肯修财布施，你才会发得了财。 精神发财的人，过去生中修才不是。他修得多，他得的财富多；他修的少，他得的财富少。啊，绝不是说他精神有什么本事、有什么能力啊，运气好，那都是人看走了眼。前世修的因呐、啊。 就是一般人家命里头有财呀、啊，无论从事哪个行业，那是缘，他有因，有因也有缘，果报就现钱。命里头没有财，给他什么机会，什么样好的事情他去做，都赔本，都失败。命里没有吧。 啊，聪明智慧是果报，法布施是因呐、啊，健康长寿是果报，无为布施是因。啊，你要不修这三种因，你怎么会得三种果报呢？啊，那么现在有人想布施，听说这个布施啊。 那些经办的人靠不住，怕人家把你布施的钱呢变更做别的用途了，或者他自己拿去享受去了啊。于是想到，我是发了好心啊，你看让他拿去贪污做了罪业，那我不是害了他吗？这个想法对不对呢？ 不对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没有去，没有起心动念害他，啊，他是自己害自己，不是你害他，与你不相干，啊，所以我们修布施，啊，委托别人去做，一定要放心啊。 决定不要后悔呀！你的功德是圆满的啊！如果叫人去做，人家把你这个钱吞没了，或者做别的用途了，是他的事情，不是我的事情。我没叫他这么做法。如果我们因为这些事情不敢去做了， 把自己修复的这个缘断掉了，来生没有福报了。啊，新加坡是个福地，非常难得。我们在这讲经是讲理论，居然有人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，这个太稀有了。 新加坡的谭禅法师，你看他老人家的布施，非常值得我们做榜样。啊，他布施钱送出去之后，绝对不会再过问，也不会去想一想。你看这个心多清净！啊，这个人如果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来生的富贵也不可思议。 没有发自限量，啊，他不是只教人一句话，因果你自己负责，你看这交代的多清楚啊！哎，你去做好事，你将来得好报；你要把它吞没，你自己就去享受去了，你将来堕地狱。因果自己负责，你看一句话交代，啊，从此以后。 不再问问，将来的大福报，他一点过失都没有啊！啊，我们学布施啊，要学谈禅法师啊，布施出去，绝不再过问。 啊，确实，古德讲的“过人因果，过人了啊”，啊，我们才能真正修复。啊，修真实的福报，啊，决定不会有外面的障碍。 人做好事，不要说是你的好的果报啊，有人嫉妒啊，做好事都有人嫉妒，啊，嫉妒里面呢就产生障碍，啊，往往我们自己愚痴没有智慧，就被这些障碍障住了，啊，许多修复的机会也错过了。 这实在讲呢，也不能怪别人，怪自己愚痴，怪自己不认识机会，啊，把机会呀、啊、错过了。佛法教人呢、啊，自始至终啊，都是讲开智慧。 这个道理，我们应当要懂啊！能够如法如理的修学，果报不可思议。如果贪着果报，不知道观法如花，没错。 你来生一定得大福报，可是还是在三界里头啊，出不了三界啊！大福报在人间做人王，啊，在中国历史上，大概历代帝王啊，福报最大的，总得要算乾隆皇帝了，啊，这个人福报最大。 啊，确确实实在中国自古以来找不到能够跟他相比的。啊，做六十年皇帝，做四年太上皇，啊，五代同堂啊，啊，真是富有四海，贵为天子啊，所以他自称啊，十全老人。 啊，晚年呢，自号石泉老人呐，啊，那是过去生中啊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不施，修得圆满，才得这么大的福报啊。那更大的福报呢？人间没有，到天上去享福，啊，去做天王，啊，做大梵天王，做摩西寿罗天王。 可是要晓得，出不了六道轮回，都不算是真实的福报。啊，天上寿命长，纵然八万大劫，还是有死的时候啊！啊，舍在讲寿命长短。 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啊！如果我们人看那个水上的浮游、水上的小虫啊，在水上跑来跑去的那个浮游啊，那个小虫寿命很短了、啊，朝生暮死，它的寿命只有十几个小时，它十几个小时的寿命。 看到我们人活到个八九十岁、一百岁，还不就是我们看什么摩西守罗天一样吗？你有什么两样呢？啊、哎，他十几个小时是一生呢、啊，我们这个七八十几年也是一生呢、啊，摩西守罗天八万大劫也是一生呢、啊。 在当人自份上啊，都觉得很短促啊。佛说的话很正确，假的不是真的，啊、梦幻泡影，我们一定要看破，看破之后啊，你才能放下，啊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。 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，放下贪嗔痴慢，叫你放这个东西，不是放下工作啊，啊，千万不能误会呀！放下之后，一定要积极做众生的好榜样。 觉悟的榜样，立身的榜样啊！这个立身就是修财布施，修法布施，修无为布施，全心全力在修啊！修了之后，自己绝不享受，这个人就开悟了。 这个福报给谁享受呢？给一切苦难众生享受。啊，自己得福了，诚信。啊，诚信的福报就会现前，尽虚空变法界，无有穷尽的福德就现前了，以自信的障碍。 除掉了啊！积极为众生的，决定不为自己啊！世尊给我们实现的榜样，我们要能体会啊！我们常常在这个皈依偈里面念到的。 皈依佛二祖尊，啊，二是什么呢？智慧福德，啊，佛的智慧圆满了，佛的福报啊也圆满了，一丝毫欠缺都没有啊，啊，足就是圆满了，这两种都圆满了。 那么，释迦牟尼佛示现给我们的是什么样子？啊，三千年前降生在印度。啊，经典里面记载，他老人家每天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三一一钵。啊，你要说他智慧圆满，我们会点头。他说出这么多经，实在是有智慧。 说他福报也满，不见得。叫化子一个，讨饭的，他有什么福报？这是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到真正的福报啊！啊，人家的福报多大，我们不晓得 从什么地方能稍稍体会到一点佛的佛报大呢？他生没有苦乐，心没有忧喜，你说这个佛报多大？啊，无论对什么样的人，啊，上对帝王，下对乞丐。 贫富贵贱，佛言：“经当中一律平等。”这是大福报啊！啊，平等的教化一切众生，得到一切众生的尊敬啊！一切众生。 都欢喜跟他学习，世间哪一个人能够跟他相比呢？你要不细细观察，你体会不到，认为他是个讨饭的。 不能粗心大意呀看问题，啊，要细心去观察，他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，啊，那我们世间人常常讲富贵，你要晓得那一点点的富贵，你付出了多少代价？啊，仔细一想。 得不偿失啊！啊，不说别的吧，如果今天这个讲堂，啊，是居士林供养净空法师，净空法师糊涂啊，接受了这个讲堂，没有这个讲堂呢，天天很轻松，很愉快。 有了这个讲堂，天天要扫地，要抹桌子，要搞好多时间，辛辛苦苦来收拾。你说你这不叫自找麻烦吗？家大业就大了，操心的事情就多啊，这人就没有福报啊。释迦牟尼佛通通舍了，树下一休，逍遥自在，那大福报啊，谁懂他 啊，你有财富，银行还存着那么多钱，天天想到又怕贬值，又怕这又怕那样，提心吊胆，晚上睡觉都睡不安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什么都没有，树下睡大觉，睡得好的好好的很呐、啊。啊，到底是谁有福，谁没有福？啊，所以我过去在美国看到一些同修。 住的好大房子，好大的院子，我到那一看，很感慨，不是人住房子，是房子住人呐、啊，人是房子的奴隶呀，啊，每一个星期，在美国是工作五天，工作的非常辛苦，啊，星期六、星期天回来打扫、整整理环境，啊，替房子服务。 都没有时间出去玩玩，你说可怜不可怜？啊，所以我都不知道他们那个脑子里想起什么，都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笨。<laughs> <laughs> 真正觉悟了啊，这些东西放下的干干净净的。 身心自在，快乐无比呀，这真正幸福，这才真正是智慧福报年终圆满啊！绝不是说你今天拥有多高的地位，多多大的财富不圆满啊，不圆满，啊，所以这个这些事情啊，要注意仔细去想想通了。 你才知道我的话是对的，啊，否则的话，你听我讲这个话，我在胡说八道，是不是？你们都不以为然，啊，你要仔细去想，你想通了，你才晓得，啊，你才明了啊，这个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了，他们那是那是是过神仙生活啊。 啊，真的是逍遥自在，游戏神通啊！啊，沾上一丝毫都是麻烦啊！名闻利养沾不得，五欲六尘沾不得啊！你的心才会长生智慧，沾惹这些东西，就决定了、啊、长生烦恼。 所以你们一天到晚生烦恼，长生烦恼，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会长生烦恼，啊，就是没有把这些东西放下，应当要放下的，你放不下了，啊，为什么说应当要放下呢？全是假的，啊，梦幻泡影啊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 你为什么不放下？啊，真正聪明人，真正明白人，啊，他放下了。诸佛菩萨视现在世间，那我们要问了，他有没有放下？他也真的放下了。 虎门瓶里面，我们读到三十二立；五十三餐里面，我们读到诸佛如来做种种事行啊，事先男女老幼。 各行各业，我们要问他们放下没有？他们放下了。他们事上有，礼上没有。啊，相上有，信上没有。 所以他还是自在啊，还是快乐啊，他什么障碍都没有啊，他没有得失的念头。为什么做种种种种实现呢？无非是教化众生，做种种实现呢？ 他不是为自己啊！做生意，菩萨视线商主，赚不赚钱呢？赚钱，一样也赚钱，赚的钱不是自己受用，赚的钱去救苦救难。啊，他开的这个店，做的这个事业，不是为自己。 是为社会大众服务，这个新观念不一样。啊，菩萨做生意赚钱很快乐，赔本也快乐，啊，绝对不会有两个新的，永恒不变的，那是菩萨。哎，你看看做生意的人。 赚钱就欢喜，赔本就愁眉苦脸。他是凡夫，他不是菩萨。总而言之啊，菩萨念念为众生的没有自己得失，他快乐，啊，他生智慧呀、啊。凡夫念念没有忘掉自己，所以。 一切造作里头啊，他有利害得失，他有烦恼，他有忧虑，他迷惑，他没有智慧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学菩萨，这个四句话就非常重要，啊。 下面这个六句，那是具体的原则啊，特别是教导我们初学啊，从哪里学起呢？从三业清净学起啊，这个经文说句啊。 前后是两个大段落，前面这个四句完全是讲发生大事啊，如来果地上的境界；后面六句是我们学习的方法啊，我们要如何来修学。 前面这个纲领不能不知道啊！你真的懂得了、明白了，我们才有个入门之处啊！晓得怎么学？真正发现的，学诸佛如来。 做一切众生的规范，先要懂得这个道理，要发这种愿心啊，然后有正确的思想见解，你遭遇挫折、艰难，你才不会退心啊，不会退转。 观法如画，三昧常寂啊！菩萨道上一帆风顺啊，绝对也不会退转啊，你也不会有挫折啊。挫折虽虽然有，对你丝毫妨碍都没有啊。在我们修学这个。 途径之中，正如老子所说的“上善若水、啊”呀！哎，这里有障碍，从那边流吧；那边有障碍，从这边流吧。所以任何障碍都拦不住。啊，快快乐乐，欢欢喜喜，啊，顺境没有贪念，逆境没有嗔恚。 这个四句就非常非常重要了，啊，这个下面呢是善护善业，呃、啊，今天时间到了啊，这是我们下个星期六再见。